包括松州那边的江南水果市场，包括他家中，包括这个海参崴等等这些专业的市场，他的货车司机都可以来免费检测。这里大概有1000多方这个工地，为了避免这个高温呢，我们选择了在雨棚下面嘛，啊，凉快一点。一进来以后先扫码，然后有明确的标示，然后有专人的指引，然后有秩序也挺良好的，然后挺快的，大概时间呢是差不多5分钟左右。对，属地啊、企业啊，包括现场的医疗机构啊，进行一个协调的对接，做好现场一些秩序的维护和一些服务保障工作，比如说现场的一些引导啊，包括现场的一些水啊、风扇的一些准备等等一些工作。